目开始之前，要先订阅，还有按赞，按小铃铛，按小铃铛，按小铃铛，还有不要忘记按小铃铛。또 맛집 리뷰 해. 이제 만나고 오픈 어. 아니, 吃一下那个 와플. 因为这 와플是楼下的. 吃好过后你觉得, 你不要这样做作, 你戴着口罩怎么吃. 아, 然后就吃了, 然后你就讲你的感想, 有没有? 这楼下在这是阿姨是阿姨你呢哦哇哦大金耶我是在厉害阿姨是牛肉吗 有B的 B是什么意思 乌龙哈哈哈哈哈哈看起来原来是炸的喂有什么这是鸡肉这个是你要讲什么然后这个是什么肉 SA吗 是吗 在站岗的时候就有他们跟他们的画面你就拍我最重要就他们跟他们的你要拍你知道吗我是OK的但是哦你就把我拍好吗那种很红的那种网红我突然都是故意一个你知道吗就是帮他拍的有没有这个叫做摄影师的摄影师
Emily. Emily, Escalator.在外面拍啊，你外面对着 building 拍一张，然后里面再拍一张，这样哦。后面有没有？啊？那里还有？里面刚才有拍了，刚刚门锁关住的时候拍了。等一下在这边，不小心弄到。对不起。是可以弄他的。是乡巴佬啊，哎，真的。就是该不小心动到，然后他的镜头跑上去，然后我要移一下。我也出言不去。我要移一下。没礼貌。抱歉。没礼貌。当摄影师的想法是怎样？这就是得奖的作品啊，那种超帅的，有没有？有那种 feel 有没有？没有。你等一下选，你等一下带那张给几个？这张要用，这张上面要用，这张太帅，有没有？那个灯光有没有？那个。还走路还这样。啊拜拜。